优频道悠哉悠哉在九点，星期一我们回家吧，住得好。现在工作有些时候，我回趟家都蛮不容易。出走澳洲心情好，带着宠物去旅行是现在最新的潮流。你也想带宠物旅行，需要额外的准备。做节必食十八道菜，吃得好。炒年糕，哪怕凉了，这个年糕都不会变硬。星期三 ，Go Go 台湾，多奇妙。直接吃吗？对，直接吃。我们在田里都是这样子。好多人。星期四，世界独特社区哪里找？蓝屋就是香港社区的范本。星期五，台湾1001个故事，味道好。它是古早味啊，然后是咸咸甜甜的，菜色有在变化。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。优频道，悠哉悠哉在九点。